一讲起非洲，大家会自动联想起一啲第三世界国家，贫穷、污糟、传染病。位于东非嘅坦桑尼亚，距离香港超过9200公里，一望无际嘅大草原系动物大迁徙嘅主要舞台。豪华酒店、城市景观，绝对颠覆你对非洲嘅黑板印象。第一集的非人生活，由台湾女生 Lucia 和她的非洲老公 Sam 带我们认识非洲生活的真实环境。啊，我们现在就去跟受访者家里，就看一下真的在非洲生活是怎样。首先就是要经过一个 K 区的山路。Lucia 在8岁已经移居加拿大，2010年第一次来到坦桑尼亚做义工，当时参加野生动物团，认识做导游司机的 Sam。 结婚之后就移居坦桑尼亚，开了一间旅行社，上年还在 Serengeti 国家公园起了一间豪华的 glamping 营地。就是算是我们家的 front yard 前院，然后我们自己就想要帮我女儿盖一个 playground。这个城市是 Arusha， 很多要去玩 safari 或是要去爬山的客人，他们都会先住在这边几个晚上。我们2012年的6月份结婚。为什么那么快就决定要结婚呢？两年算快吗？那时候有很多朋友就说 Are you sure？ Like， 是不是骗局啊什么的，然后就 gut feeling 就是，我信任这个人这样子。在非洲结婚都有非一般的礼金。如果我是这边的人，他需要给我牛跟羊。If you don't have, you can well the family can give you they can give you a budget. Maybe you pay a certain amount of money.You're from Hong Kong, so you can speak Chinese. 你会说中文吗？中文。他不是很会说中文。My work， 就是有时候我做 sales， 就是做 safari 的 sales， 在这边写作，然后陪我女儿画画，所以这是我的 office， 然后那个是他的 office。这边的 internet 很贵，然后也很 limited。比如说我一个月要付$90，然后的 limit 是500 MB per day， 就是你看 YouTube 都会慢，然后 Netflix 可能就是看不起来。因为在这边有时候我们没有电没有水，可以就是几天没有电没有水，那你就真的体验到说，其实 what you take for granted， 你以为就是很理所当然的东西，其实在有些地方是很难得的。为了更加深入了解非洲的文化， Lucia 就带我们去当地人买餸的地方。这边叫做Kilombero 市场，那他们就是算是比较 wholesale 的地方，然后他会从这边其他的 market 会来这边买。这个泥土是给怀孕的女人吃的，这里面他们觉得有很多营养，是怀孕的时候女人可以吃这个。孕妇食噶，但我而家系孕妇。好吃，好像吃了一些粉呢。嗯。这是不知道吃了什么。你知道吗？要卖。这个香蕉。是一种 nut， 一种 nut， 它里面呢，就是可以熟的吃，也可以煮的吃，生的吃。这个对男性的那个sex drive 很好。吃多少才对那个男生有作用啊？可是这不是反应，一下子就上去了。所以普通人怕生喽。It's look like a penis. Mm-hmm. Yeah, that but it's good for men. Yeah. It is. The man penis. Yeah. 当地有60%的人信奉天主教和基督教，35.5%人信奉伊斯兰教。
主要就是吃牛肉和鸡肉。他们的肉都没有分裂，是哪部分的肉？半公斤差不多是2块钱美金。Abdallah 他是在这边做事的小朋友，就是如果有谁要买菜，他会帮你们拿东西，然后之后可能给他1块钱的compensation。由于白米比较贵，当地人就主要吃乌加里，由玉米粉加热水搅拌而成，感觉就好像一堆饭团。So if you eat this in the morning, you might be full the whole day. Really? How much can you? Just a little bit first. I just want to try. 乌加里本身就冇味，徒手加入牛肉、蔬菜同埋豆。啊，好好夠樣先。咁咧，最主要係揾手撈埋一撇汁，跟住就塞落個口度，就將一撇粉就變做有味嘅有味粉咯。生活喺非洲冇太多嘅娛樂活動，佢哋除咗工作之外，拍拖嘅活動都係親親大自然。我們現在去 Arusha National Park， 就是離我們這個 Arusha Town 最近的一個國家公園。差不多1个小时就到。这种巴布呢，他们知道怕谁，他们看到黑人导游，他们就知道 they can't mess with it。可是我看到白人，他是白人女人的话，他们就是懂得去攻击。Yeah, he's looking at you. The moment you stop looking at him, he come after you. Okay, let's go. Okay, okay, okay. People living very close to the national park, they have no reason to go to the national park. It's not that cheap even for the local people. If you compare the economy of this country and the amount of money they're charging to come in here, it's not many people can afford it. Lucia 的旅行社专门接待私人的野生动物团，安排住宿、行程和导游。旅客平均开支650-700美金一日。对啊，我觉得如果我没有来这边的话，我一定不会有机会去玩 safari。因为真的很贵，很多人以为说哦会有一个司机，然后会有一个导游，可其实他们是同一个人。然后其实这个司机导游他们非常厉害，因为他们不仅要开车，他们要看找动物，他们也要同时跟客人聊天，然后介绍动物。很多人说哦你会不会觉得会看腻？可是你每次看到东西不一样，因为你不可能看到同样的动物做同样的事情 ，right？对，我觉得每一个人应该都要来一次，因为，你可以观察动物在动物园，可是动物在它的自然的环境的那个behavior 是完全不同的。When I was growing up.I didn't know what is albinism is. I asked even my mother, why am I different from others? Why other children, they are blacker? Why only me? Discrimination, killing, murder, and kidnapping. For example, many children are being kidnapped in Africa, especially people with albinism. It's because people, they want money. It's about the money again.It's not about the beliefs again. People, they want shortcuts ways. Action! 続編ですか？ゾンビモノでワンカットで生中継。どこで撮ると思う？ドリーム！試殺片場番外篇荷里活大作戰果然台香港獨家首播。